谢谢主席，请财政部部长、经济部长、苏部长、经济部工业局、经济部的副局长、副局长、副局长，哎，是，请两位，请两位长官。各位好。是，因为今天我们很重要要讨论这个汽车的零组件的关税下降的议题哦，其中有九项的关税哦，最主要是包括引擎等等哦。那请问一下，我们先请工业局好了，我们现在有自己生产引擎吗？报告委员，有的，国内在1980年代的时候有引擎的自主计划。华擎嘛，只有一家吗？现在就是翼龙集团在国内的引擎计划里面哈、哦，是有一些研究跟发展的能量。那有生产有在运用吗？跟委员报告，有的。那目前呢，总共在翼龙集团里面有14种车款呢，是用这个台湾所研发出来的引擎。如果我们看数量，在2018年的时候，大概有9.5万辆的一个车。所以只有翼龙自己在用。目前是。其他车厂有采用吗？其他车厂因为各自的母厂有它的技术策略了哈。那我们有在生产变速箱吗？跟委员报告，我们国内的变速箱还是有这个能量的。我们有没有自己生产变速箱？有的，也有嘛，吼。所以其实我们国内的这个零组件的竞争力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竞争力，而且其实主要是以外销为主。但是现在我们的整车的竞争力确实在市场上是不如预期哦。那之前我们也提过说，确实近五年来我们的国产车的销量是逐年的下滑，而且市占率也是逐年的降低哦。我们以这个表格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现在我们的国产车的这个市占率呢，跟这个进口车已经是达到黄金交叉。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今天我们要降低汽车零组件最主要的原因是想要提升我们汽车的竞争力，是这样子吗？请问经济部。是的，可以这么说。那跟委员报告，国际为什么你觉得降低这个关税价格就可以提升我们汽车国产车的竞争力？所以你认为说我们国产车的竞争力在哪里？跟委员报告，那有几个事情做一个说明。第一个，各国对于车辆的运输工具都有一定的高度自主哦，所以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它对于整车的一个关税都是相对会比较高。但是为了要让其他的车厂，这个目的就是为了让其他的技术母厂就地生产，甚至引导流行的车款来到当地来做生产。我们目前的策略也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认为我们现在的国产车的竞争力哦，不如进口车的原因在哪里？这个市占率逐年下滑的原因在哪里？是因为它的价格，还是因为它的性能？跟委员报告，因为国产车在研发上面必须要投入相对的资源跟时间，一辆车子在开发的过程大概要3到5年，但是进口车它基本上技术母厂借由国际产线的调整，相对的弹性是比较高，而且现在我们的国产车自有品牌大概就只有一个翼龙，你说要3到5年，但是其实我们之前也提过，到现在从翼龙发展到现在已经将近60年的保护。可是我想请问一下经济部，你知道说现在台湾最便宜的车，市面上最便宜的车是什么车吗？价格是多少？我们市面上最便宜的车大概从40几万到50几万开始，那看它的配备。最便宜的车是什么车？现在台湾？车款我没有特别记。最便宜的车是这个韩国的 Kia， 售价是49.9万。那最便宜的国产车是 Toyota 的 Vios， 售价是54.9万。所以你认为说我们的国产车从一开始的自有品牌翼龙到现在，我们台湾在市面上连最便宜的国产车都还比进口车来得贵，何况进口车还要磕17.5%的高关税，所以我们的竞争力在哪里？如果今天降低了汽车的零组件的关税，是不是这个车价就会下降到足以跟进口车来竞争的价格？有办法吗？跟委员报告，车辆的产业呢，并不是只有看从售价来看，要看它对整个经济效益、就业的带动以及消费者的权益。所以呢，请看其他。所以我们今天要探讨，就是说对消费者的权益，还有说未来是不是能够反映在售价上。所以这是我们希望说它能够提升它的竞争力，或者是降低它的关税零件的原因，而不在于只是减低它的生产成本。否则只是图利这些财团、图利这些大老板，但是有没有真的反映在民生物价跟反映在它的销售上？下一页哦，我们可以发现呢，其他国家的国产车的售价
以日本来讲，最便宜的车呢，售价是36万，这是日本自己生产的车。韩国来讲，最便宜的车是37万，而台湾到现在买不到36万、37万的国产车。长期以来的高关税的扶植，可是让我们的汽车售价还是一样这么高。那对于这些民众来讲，不断的去剥削我们的民众，不断的保护国产车的产业，而最便宜的售价还要将近55万，那你觉得这样子对消费者公平吗？更何况我们再比较一下哦，同样的一台车 ，Electron 来讲，在台湾的售价是106万，在中国的售价是65万，差了40万。那另外一台车呢，在台湾呢售价是86.9万哦，在杜拜呢是48.8万，相差38万，这是台湾汽车产业的现况。所以对国人来讲，长期以来的高关税跟这个货物税哦，让我们的车价呢确实是居高不下。所以你现在只降低一个汽车零件的这个进口关税，对于现在汽车产业国内车业的竞争力跟销售量的提升，会有具体的帮助吗？跟委员报告，我们看这个事情是正面的。先回答对消费者权益的部分。经济部工业局已经跟相关的车厂有做过联系跟沟通，大家对于反映这些相关的权益给消费者，基本上都是口头都已经承诺了。那我们已经发文给工会，请他们把这些具体的什么叫做口头承诺啊？口头承诺跟实际上是不是能够降价？有没有足够的反映在它的销售上，那是两回事。再来看一下我们刚刚所说的，现在台湾最便宜的进口最便宜的车是 Kia 的49.9万的车，最便宜的国产车是54.9万。未来你这个售价如何去反映？台湾最便宜的车应该是我们的国产车吧？可是我们在国产车的售价上还比进口车来得贵。相较我刚刚所说的日本、韩国30几万就能够买到国产车，为什么台湾做不到？这个还有一部分是所谓的经济规模的这个因素在里头。国际上的这些车厂，它基本上它的一个产线整个批量的开发，跟国内的一个量，所以我们连引擎跟变速箱都还要仰赖进口。我们的车厂在这个部分经过60年的努力，最后却没有办法用便宜的车价来提供给消费者，所以它的竞争力不仅反映在售价上，包括它产品的性能、安全性等等，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台湾现在最具竞争力的大概就是我们的零组件，在整个汽车产业10万人的这个工作人数里面，整车厂是11000人，零组件的工作人数是84000人，而零组件80%多都是外销，整车厂80%都是内销。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也要让经济部去了解说，真的有竞争力的反而是我们的零组件，是不是这样子？我们的汽车的零组件呢，一直都很有竞争力。那我们这一次的降税里面，也针对国内没有产制的这些零组件，能够给这些降低关税的弹性，让整车的制造厂在引导相关的车厂来到台湾。所以今天的重点就是说，你降低了这个整车厂的汽车生产成本，但是有没有反映在售价上？而大家所期待的，在讨论这个议题的同时，我们的汽机车的进口的关税跟货物税，是不是也要同时的来调整？因为我们发现财政部也很厉害，在降低我们汽车的这个零组件的关税上，竟然还可以最后净效益是200万元哦，正的哦，能够做出这样子的报告，包括什么？虽然总体损失关税是3.78亿，但是因为盈利事业所得税增加、货物税增加，所以呢整体的净效益是增加的。那这样的税收有没有符合实际？所以我们也希望说，财政部能够呢，就这个降低汽机车的进口的关税跟货物税，也来做这样子的报告，让我们了解说，未来如果调降多少%，能够有多少的效益。那我也知道说，其实目前来讲，不管是站在国人的立场，站在车厂的立场，如果能够调降汽机车的货物税，或许对于这个整体汽机车的价格下降是有帮助的。这个部分是财政部必须思考的。那对于说是不是要降低进口车的关税这个部分呢，这个也是经济部必须要去考量，如何才能够真的有效的增加我们汽车产业的竞争力？是不是一昧的站在保护的立场，一昧的站在减低它生产成本的立场，但是实际上呢，没有办法达到我们预期的收益？所以最根本的就是
税收的问题，是不是才是最主要财政部不愿意去降低这个货物税最主要的原因？跟委员报告，那税事支出的评估报告是由经济部工业局这边所提出的。那至于车辆产业的部分，可能我们要提升到一个国家哈相对对于战略的一个考量。像这一次我们的口罩机台，就是因为台湾有做，所以我们国家队的一个需求一出来之后，国内的业者都马上可以能够来做相关的资源。那对于车辆的产业，尤其它是一个重要的运输工具产业，各国都对于这样的产业都是有一个高度保护，用相对比较高的关税。日本在1980年来进口汽车关税就已经是零，韩国也是逐年的下滑。我想，其他国家也都是。日本它是一个车辆的制造的先进哈，非常大的大国哈，可以跟美国相当。那我们台湾的目标到底在哪里？刚刚你说我们正在组国家队，口罩国家队，其他国家也在组呼吸器国家队，其他国家的汽车车厂都能够制造生产呼吸器。呼吸器的国家队那台湾现在比我们的这个裕隆车厂或是其他的国内的车厂来讲，其实。长久以来的表现我们可以发现哦，不如预期，但我们希望说今天在只知道站在汽车车厂这边来降低他们的生产成本的同时，也能够站在消费者站在民众的立场来考量，怎么样让国人能够开到合理价格又性能好的不管是国产车或是进口车，来保护我们这些消费者长期来被剥削的权益哦，这个也是经济部跟财政部必须考量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同时，我相信消费者一定有相对剥夺感，为什么一昧的站在车厂这一边，不管是高关税或是降低他们的零组件的生产成本，所以希望就这个汽机车进口的关税货物税也能够一并的去调整跟考量，好不好？好，谢谢。谢谢。好，谢谢高文的咨询。下位请费宏泰。